废物就是喜欢这样。最后带大家来介绍我跟我妈妈睡的房间。哇，那是活到18岁了还要跟妈妈睡。哇塞，老师第一次来你家哎。哇，戒指脱哪里？戒指。好。今天呢，很巧，这边我跟我妈妈住。妈妈在吗？妈妈今天不在，因为她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弄牙齿。对对对，她在准备。那我就先来这边把这边整理好，因为我还要打一些文稿的东西。介绍一下老师平常工作的地方。收入不好啦，所以只有这种废人。因为你知道吗？老师本身平常是一个懒人，除了喜欢当一个废物以外，废物就是喜欢这样。有一个这个很方便的桌子，这个桌子是我去Momo啊，它可以调。你们猜多少钱？990。不用，直接给你下杀，打到你骨折。我跟你讲，600块有超。这是业配吗？这个是业配。你讲它厉害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它可以调高低。其实像我们常常在办公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工作时数真的太长，而且我们需要灵感创作。你们看。这要好好介绍一下。仙女星系，你这个出名啦！我用的这个，我现在要来介绍。如果要业配找我，我家电应有尽有，我是各方面十项全能，全方位的。想要找我业配，就欢迎找菲菲。这几寸的？其实我也没有注意，我就觉得它很厉害，我很孝顺的。主要是给妈妈眼睛看得舒服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不是本来不太看电视的，然后我这个弄的是要让我妈妈看电视，因为我妈妈喜欢看社会新闻，因为她需要有很多暗物质，所以我这个电视主要是给她看，因为她时常长时间要看电视，所以我就买一个顾眼睛，萤幕大，有应该是40几寸，47应该有这个来来。这个厉害啊 ，Pro 级的，因为妈妈呢，她大概是懒了，喜欢耍废、哦、来。这就是要给妈妈当。哦，这很屌哎，这是 Lazy Boy 吗？这是日本品牌，而且它是皮革沙发，可是它不是真皮，它是仿真皮。这应该蛮贵的。这大概7万。这是为了妈妈，而且它很屌的是 USB， 常常的手机没电啊，平板没电。这里有个哦，它可以插 USB。对，有没有厉害？有点像很高级的保姆车或飞机。而且我妈妈又是那种很懒的人，就是要给她这样子，然后呢。我卡巴卡巴提啊，有没有？好，老师，这个是，这个是菲菲是林学老师，这个名头衔不是乱得虚名。那林学需要什么？水晶，水晶是设为结界，白水晶它可以净化吸收一些家中的磁场。因为毕竟我比较阳刚嘛，我的女性能量比较少。所以呢，我需要一些女性能量阴柔的这一块，我需要多一点。对啊，阴阳五行成太极，在美国亚马逊那个官网里面买到的。这是陨石吗？对，它是紫水晶，每一个都是一个宇宙的符号，作为一个生命之花。像我们一分为二，二分为三，三分为四，四分为五，它都分化出来的。就像我们从源头里面是慢慢慢慢分化出来的。那这个是金字塔吗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奥钢。你有没有看奥钢里面有什么？这是我一个弟弟做的，他非常厉害，很漂亮，他真的非常棒。他没有跟我收钱，可是他做这个至少外面都要上万块，因为这是最大。如果大家想要做这么大的一个，可以去找他，他真的很棒。他也在帮人家算牌牌卡，大家你也可以去找他。最后这个也是，这一个呢很厉害。它叫做梅尔卡巴，梅尔卡巴，梅尔卡巴。我之后会做一些比较更细一点的，就是他们这些知识跟他们的一些起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老师的冰箱。这个冰箱很像也是新的耶。这个 Panasonic 的冰箱，都好空哦。好空，刚搬进来，超空的，都没东西。容量很大。因为我想说之后会煮菜，所以我就哇，就买了一个超大的冰箱。这个很屌，好小。很小的，对，可是它真的很厉害，它可以做松饼，可以做吐司蘸，真屌！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这料理，这个更屌。为什么？不粘锅的玉石陶瓷锅，陶瓷锅都很贵，而且超好煮的啦，这个很屌。我说到这个，这也是很屌。我这饮水机上个月才刚出来的，就把它买，然后还有3道滤芯。对，就是它脏了就换这个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接下来还有什么烤箱哎、欸？你看哇，到时候都可以过来。好好好，过来拍美食节目。对啊，然后你看这样，你看有没有觉得很疗愈？哦，很疗愈。看到那个水，很像水族箱。现在我喝喝看这个水有没有？
哎，这个超好喝，对不对？我要买一台放工作室。最后带大家来介绍我跟我妈妈睡的房间。哇，老师活到18岁了还要跟妈妈睡？对呀、啊。对，然后这边都是我的台哈，我们已经大致上开箱了老师家了。我们现在呢去组那一台 MSI 的平面屏幕，让老师可以好好的打文案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如果想要看那一个屏幕的开箱，请到小鹿菲菲 Mr. Bibi 频道。好，老师走吧。走 go。老师，你跳到我手了。再看一次。哦，老师在前面。老师，来帮我们的邻居拿他的这个地板，我们要来帮他更换，然后我们先来做大。不会，很赞。谢谢。嗯。嘿嘿嘿，邻居很开心哦。我们的设计师阿姨很开心。平常都是我们设计师姐姐自己弄的。对，这个石头地板也是她自己磨的。不是啦。不是啊。原本的，只是说这个那么久了，她想要全部换哦，要花很多钱自己铺一铺，比较幸福。你看，这样就是节俭美德，这是一种美德。你看自己买400块就可以铺10片了。如果是请人弄的话，你看，工钱啊，我有他说需要20000块。大家，我们这边大概10平，外面弄20000块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做彻底清洁，因为我们等下要贴底上去。姐姐，你这边有吸尘器吗？我没有买。没有买。还有那个桌上有。12寸，这一片是12寸，30×30，30片。然后它这下面要保持干燥，那么还是不要用水。啊，对对对。哦，好多了，各位朋友，好多了。对，还是要吹一下。要吹一下。我们就没有工业用吹风机，刚好我们人在美发厅。然后我现在是用高温嘛，再把它的水分让它吹起来。哇，老师在前面，好漂亮啊！这个超完美的。石头，老师，哇塞，超美的！这个消失的，还在魔术，超厉害的。我的汗水。
割到。哇，真的真的。错误示范，错误示范。你要没有割一滴，所以要小心。好痛哦！我的好痛。没有，他是。我们今天大功告成，邻居大帮忙，成功。成功。老板娘要不要验收一下？无缝接轨，大家这里面好的。我们弄好了。我们好哦，谢谢，感谢。有需要再叫我们。